场上投球的高健三，前一次的初赛是4月10号，又来一个，那这回就没有办法了。郑大鸿敲出了个人这场比赛第二支的安打。金龙牛队这场比赛第12支的安打，不过有意思的是，牛队这场比赛12支的安打里面只有一支是长打，只有6局上半林宗南的那支二垒安打而已。